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要来颁发的是我们的空间规划类的第一名。首先呢是我们的新北市立复兴高级商业工业职业学校，由我们王启鹏老师所带领的吴淑敏同学、钟丽妍同学、王成年同学，请您到名之到我们前方进行授奖。我们欢迎我们今天受奖的三位同学，同时呢，我们邀请到我们东南的李庆校长为我们颁奖。好，好，我们第一个颁发的呢是我们的空间规划类的第一名的奖项，那我们恭请校长为我们颁奖。好，那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好，那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指导老师王启鹏老师。好，我们的指导老师，然后稍等一下啊，我们邀请到王启鹏指导老师跟我们一起合影留念。一起看向前方的摄影机。好，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要颁发的呢是我们的创意制作类第一名，是我们的台北市立木栅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由我们的郑祖安老师所带领的同学，欢迎王子云同学、陈思平同学、陈云轩同学到我们前台。那我们同时呢也邀请到我们东南的校长李庆校长为我们颁发。那我们邀请我们的指导老师也可以到我们前方一起合影留念。好，那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那也谢谢到我们的李庆校长为我们颁奖。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第二个奖项是我们的空间规划类第二名，是我们的台北私立台北高级中业职业学校，由我们的林贝蒂老师、高俊老师以及翁玉涵老师所带领的高静瑶同学荣获我们第二名的殊荣，我们欢迎。那我们同时呢也邀请到我们的庄修田评审长为我们颁发。好，我们台前。好，我们指导老师，这是颁发到我们的空间规划类第二名的奖项。好，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好，我们再掌声，谢谢谢谢受奖同学。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我们的创意制作类第二名的奖项，是我们的国立嘉义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由我们的陈立文老师所带领以及林佳老师所带领的三位同学，欢迎林轩谷同学、陈思允同学、蒋怡轩同学到我们台前接受颁奖。那同时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评审长庄修田评审长为我们颁奖。好，我们邀请颁发的是我们创意类的第二名。恭喜。接下来颁发的是我们一样是创意类的第二名，是我们的新北市立复兴高级商业职业工业学校，由王启鹏老师所带领的沈子淳同学、陈欣怡同学、杨佩珍同学，那欢迎三位同学到我们台前接受颁奖。好，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评审长庄修田评审长为我们颁奖。
好，我们看看前方的摄影机。好，我们恭喜以上得奖同学。接下来要来颁发的呢是我们的空间规划类第二名，我们还有一组是我们的台北市立松山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由我们蔡明杰老师所带领的孙玉涵同学，欢迎。同时呢，我们邀请到我们评审长再次为我们颁奖。好，帮我们颁奖。好，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好，接下来呢，要来颁发的是我们的空间规划类第三名的，是我们的台北市立大安高级工业商业职业学校的毛广轩同学，由我们的林玉婷老师所带领的，以及我们的台北市立景文高级中学，由我们赖智善老师所带领的赵伟宁同学，还有我们的新北市立复兴高级工业职业商业学校进修部的彭若文老师，以及张庭张老师所带领的林欣彤同学，我们邀请三组同学一起到我们台前。好，同时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研发长杨静云研发长为我们颁奖。好，我们一组组的拍照，我们看上前方的摄影机。好，谢谢。那我们第二组一样是我们的空间规划类的第三名。恭喜。好，我们一样看向前方的摄影机。恭喜，那我们第三组。好，我们摄影大哥，我们看看前方 ，OK 吗？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呢要颁发的是创意制作类第三名，一样呢是由我们的三组，第一组呢是由我们的新北市立复兴高级商业工业职业学校，是我们王启鹏老师所带的李俊涵同学以及廖慧慈同学，以及第二组呢是我们新北市立复兴高级商业职业工业学校，由我们王启鹏老师所带的曾义武同学、陈露英同学、黄轩怡同学，以及第三组是我们的新北市私立东海高级中学，由我们的陈恩惠老师所带领的王富远同学，我欢迎。那同时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杨静宇研发长为我们颁发奖项。好，谢谢。好，我们邀请到第二组。好，我们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大哥。恭喜。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组。
敲一下我们的奖杯。好，我们恭喜以上三组获奖的同学。